Hi Lisa, how are you? Good. Have you taken your medicine yet? Yes, Mom. Mom, you're already born. 你怎么最近对我在哪出生这么感兴趣啊？老爸，老爸，我又睡着了。您上床去睡吧，东西我都理好了，您放心吧。你明天就去悉尼了。我再跟你说说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吧。哎呦，老爸呀，从小到大您都跟我说几百遍了。你去悉尼一个人，想家就听这个，把这把钱带去。哎，老爸，老爸，老爸，您坐下，坐下。万一有什么机会啊？老爸呀，您看我的箱子都已经塞满了。我们学校成绩可是和奖学金挂钩的，我可不能浪费时间。那可不一样，拉筋不是靠技术的。关键是心到不到，情在不在。爸爸，好啦，情我拉的是真不好，但是呢，有一点我是清楚的，不管到哪儿，我的心都和你在一起。我教您一下那个微信怎么发语音吧，这样的话您不用天天打字了。平时呢，我也尽量发语音，听着爽啊，对吧？对。那您看，那个您就按着这个。这个语音，然后你就对着他说话就行了。Okay. 哎，儿子，这个月我要给你零花钱了。好，哎，那就这样。对，这个月要给你零花钱了。姚先生，我找了您很久，您还好吧？您儿子是器官捐献者的事情您知道吗？根据澳洲的法律规定，所有的器官捐献者在捐赠遗体之前还是必须要得到家属的同意，所以您的意见是？姚先生，请您放心，我们澳洲所有的医务同仁都非常的专业。其实到目前为止，我们澳洲还有1400个人正在等待器官捐赠，还有12000人正在透析。这您都知道？我能再去看一下吗？没问题，这边请，王先生。爸，这学期期末成绩出来了，全 A， 下学期奖学金也是没有问题了。我给您办个签证，您过来避个暑，我带您到处玩一玩。太厉害了，孩子，老爸来澳洲吃不消的吧？我今天实习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和我同一天生日的，比我年轻14岁的中国小朋友，不过他的心脏出了问题，已经到了要接受器官捐赠的地步了，非常可怜。孩子，这都是缘分吧。澳洲人现在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器官捐赠者，我同学就在器官捐献部实习，上网注册一下就好了，很方便。我每次看到那些等待器官捐赠的病人，都会想，也许有一天我的亲人或者我自己也会在同样的境地里面。那天我同学给我看了最新的调查，如今澳洲有1400人正在等待器官捐献，还有12000人正在透析。儿子，你出意外离开我都快一年了，那次问你半天什么是8120年。现在老头子我也懂你们的术语了，一年后的现在，我是不是该说9120年呢？哎，姚教授。你好。哎，你好你好你好。你好。哎，林桑，这姚教授好。姚教授好。来，坐。姚教授啊，太感谢您了，愿意给丽萨指导一下。其实我们家 Lisa 拉这个曲子有一段时间了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哎，悉尼那边的老师呢也说他的技巧完全都没有问题了。悉尼了？哎，对啊。可是他自己啊，说什么要往深里的深度拉，又说什么要回到梁祝发生的地方身临其境一番。哎，我呢刚好又是杭州人，所以我就东打听西打听，打听到您了，谢谢您啊。哎，听说您儿子也在悉尼读医学博士的。哎，他回来了没有啊？
我们家 Lisa 呀，要不是身体不好，我也很想让她读医的。身体好很重要。哎 ，Lisa， 快谢谢姚教授。谢谢教授。你跟我谈谈为什么你觉得找不到点？这首曲子其实是我在梦中第一次听到的，听完后感到很感动，最后在网上查了资料才知道整个故事的来源。想到化蝶，身体虽然不在了，但是可以以另一种形式存活着，是很感人的。你多大？14岁。哎，今天是他生日啊。今天是你生日，你跟小刚同一天生日，你小小刚14岁。真是太巧了。哎，有空啊，我一定要请您跟您儿子咱们一起吃个饭。我要让小刚啊好好的跟 Lisa 指导指导。你这个年纪就知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音乐非常难得，也知道技术不是最重要的，而且还愿意跟妈妈回到她的出生地来。我们家小刚对学琴就没有什么兴趣了，我很愿意跟你谈谈这首歌。是啊是啊，你不是要好好谈谈。我们家 Lisa 呀，也是算是死里逃生。她最近呢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，她以前呢才不想回国呢，嫌了空气不干净啊，吃的不好啊，这样那样的。哎，心脏移植手术以后呢，忽然间都变了。学这个梁祝啊，也是器官捐赠以后的事儿。我在想啊，这是不是跟器官捐赠有关系？哎，你看看，我又啰嗦起来了。哎，算了，这样吧，你们俩慢慢聊哈，我去买点水果。哎 ，Lisa。抓住机会啊，跟教授好好聊聊。妈一会儿就回来啊，慢慢聊啊，妈妈走了。谢谢，来。姚伯伯，我得了第一名，自由选曲就写的化蝶，好几个评委都感动哭了。音乐好伟大，没有民族的界限，穿越了时空。我以后要让更多的澳洲人了解化蝶的故事。身体可以化身为另一种形式存在，传播更多的爱。